是叶世荣，是鼓手。鼓手，叶世荣，好帅啊！我是黄家驹，歌手跟吉他手。好，歌手跟吉他手，哎，很有才华的。这位戴黄色太阳眼镜的这位呢？我是阿波吉他手。阿波吉他手，哎，这位黄家强是低音吉他手。低音的吉他手。那么今天谈到这个我们音乐啊，我想啊，这顺便要请教你们一下，也算是考一考你们了哈。这个请教一下，这个讲起这个摇滚乐，很多人呢对这个摇滚呢，只听到说摇滚乐，但是对这个真正的这个摇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不太了解，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给我们听？其实摇滚音乐是来自这个黑人音乐最本来的开启时候。哦，黑人。所以后来跟那个白人。白人，一起合作之后变成比较摇滚的音乐。一起合作之后就变成比较摇滚的音乐，比较热闹，基本上是蓝调。蓝调要不要示范一下，我们听一下吧。这一听就是马上就有蓝调了，就是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。然后每个人就一听到了会有一点想动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样子摇滚？乡村哦，乡村的乡村的美国南部哦，南部南方的，我们可以听一下。这个感觉，这音乐一下就马上感觉是好像要戴个西部帽子，戴把枪哈，坐在马上面有那种感觉了哈。对，音乐蛮有代表性。是啊，除了这两个之外，还有哪一类的摇滚？还有这个叫民谣的摇滚。民谣。民谣。哦，这个我们要听一听了，这个我就不太懂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听一段。忘记了。很久没有玩，然后再进行这个摇滚又改成怎么样？迷幻那个年代啊，等于说他们做出来的音乐会让你觉得那幻觉上、视觉上的感觉是很轻松的。是，我想这种音乐维持不久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好像太糜烂了一点啊。对。那音乐感觉起来好像也没有办法让它坚持很久了。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再来呢？重金属，重金属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嘛啊。对，谈到我们这么多这个摇滚一向的一直来的这些渊源啊之外，我想在现场啊来一首歌曲啊，这也是算半考试了哈，来一首歌曲啊，这个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歌，用几种方式不同的这个 tempo 来把它奏出来。好，我们先来听听雷鬼好吧，我们来听听看啊。大边疆，一道绵延的老墙，前人的沧桑，后人的风光，万里千山的老字样，一个老去的国度，多少小心的真相，岁月浩瀚的岁月，多少夜晚成悲壮。表现对，但是呢，这个讲起这个音乐的节奏，我个人呢就非常喜欢蓝调的音乐，我就特别喜欢啊。有没有到美国去？我常常去听啊，很好听。要弹蓝调给你听，好，就现在就蓝调了，来。小小溪的真相，一夜浩瀚的岁月，多少如梦成悲壮。